师父，我等已查明那群夜痴就躲在前方洞穴之中。这几只小小夜痴能成什么气候？灵儿，此事就交由你去办，速去速回。谨遵师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那我们在看完手机版的《神魔至尊传》《神魔至尊传》篇的开头动画，然后跟之前原版的《神魔至尊传》的开头动画相比之下，真的是相当的用心啊！只能说这是看完真的是很感动。真的很感动。我们等了多久？《神魔至尊传》发行于1999年，等了22年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他还特别出一个开头动画，而且基本上都很还原，除了那个马的颜色不太一样。不过那个小细节还能接受啊。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看到这个雨夜奔行的时候，哇！那鸡皮疙瘩又起来了，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。反正我觉得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。我当然也很期待《神魔至尊传》手游会做成什么样子，这样子。好，那里面情报大致上就是讲一些《神魔至尊传》的一些剧情啊。反正就是为了那个破除蚩尤复活的阴谋啦，然后跟要阻止见血嘛。好。那这边有特别讲一件事哦，全新的英灵即将上线。那《神魔至尊传》的开启里面也有三位经典角色，他说里面也有三位经典角色将作为全新英灵登场，所以我猜这三位就是《神魔至尊传》里面的角色。那女角色是少不了的，
他说有猜中我会送礼物，那到底是哪一位？我现在，因为还有哪个女角没出现过？我猜应该是上官远、仙远超一定会出马，这个很合理。那还有谁是女角还没出的？我目前真的是想不到，我目前真的想不到。难道真的是被冰封的龙叶？但灵雀坛那个坛池被冰封的龙叶？不太可能啊，龙叶应该是要跟环神节出的时候一起出的，所以还有哪个女角还没有出的？难道是？难道是那个太虚金仙那个老太婆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啊，不可能出个老太婆吧？应该是个年轻正妹吧？到底是谁啊？我真的想不到。如果是《神魔至尊传》里面的角色的话，难道是 NPC？NPC 有谁还是女生的？小师妹也出了啊，高皇君，可是高皇君不算是《神魔至尊传》里面的角色啊，有提到这个人啊，但是没有说是高皇君这三个字啊。那还有谁？我真想不到啊。剑圣旁边的有跟谁吗？没有啊。剑圣应该还没啊，但正义也还没出来，正义应该也会出来才对。那还有谁啊？真想不到哎。好，我想不到，我真想不到，还有谁啊？有在剧情中出现的反派女角色啊？我真想不到。好了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希望大家看到这一次的手游《天劫手游》这么认真做的开头动画，真的是要给一个赞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